大家好，我是 Molly，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这个。Simon Duncan 的发质效果器，它叫做 LA Super Rica。 那我简单先介绍一下它的外观，基本上它有 input output， 那电源孔呢，它是吃9到18伏的。它的面板有音量、发质、mid level 跟 mid frequency， 就是中频，它中频是可以调整它。面板上面呢有一个三段开关，就是 flat、lean 跟 fat， 那它指的就是说这个 low end 的部分你要卡掉多少 ，flat 就是卡掉一点点，然后 lean 就是卡掉很多，然后 fat 就是增加比较多的 low end。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声音如何。接下来是我们的评测时间。听完刚刚的示范，各位觉得好不好听呢？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碎的发质啊，它不是那种很浓烈的，但是相对它很清爽，清晰度也是不错的。感觉上这个发质呢，就是 Miss 的一个可令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发质的叠加，中频范围也是因为每一把琴的共鸣的区域不太一样，所以它在增益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它增益的区段。然后呢，它的音量也是有一个自中，所以你可以减少这个中频，或是增加这个中频。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这颗发质呢，它可以让你依照你琴的特性去找到这个发质呢能够相对应的一个位置。像一般的发质呢，它是一个透钮，你就是只能然后让它变很亮或者变很暗，但是它是可以让你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这把琴来使用的一个发质这样子。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乐器行试试看，现在应该已经上架了。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下次你就可以听到更新的效果器开箱啦。我们下次见。